咁今次问答环节咧，可以话系又简单又复杂嘅。What？ 恕我佛性。大家好，我系波子。咁喺我真正即系 post 片上 YouTube 玩嘅时候咧，咁应该都半年前到嘅。咁喺呢半年咧，订阅嘅人数系慢慢增加嘅。由我五十就拍过一次庆祝啦，跟住五百又拍过一次庆祝啦，等等啦。咁直至到而家咧，大家见到标题咧系2046，系啦，我已经过咗2046嘅订阅啦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王家卫嘅呢套电影2046？即系我觉得过咗2046呢一个数字咧，即系我唔系讲人数啦，我意思系。我覺得開始咧，我係拍片應該要有更加多嘅進步啦，更加多嘅改善啦。大家睇過以前嘅片咧，其實講嘢真係好慢好慢嘅。呢條片都好慢啦，雖然可能係啦，我好難一剔過嘅。要成日都要剪啦剪啦剪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希望咧嚟緊嘅片咧都會盡量係一剔過，唔係盡量一剔過，係盡量一次過講完一段嘢先至再 cut。而不是一句就 cut 一次，一句就 cut 一次咁樣。好坦白講，我的實力是冇嘅。我是想更加多去學習不同的例如拍攝角度啦，例如一些剪片技巧啦、特效啦，是努力緊嘅。雖然就真係自學啦，係我都明嘅自學，即係上網睇片，然後慢慢學咁樣啦。但是我會 keep 住努力嘅。是因为我想做一些更加好的片给大家看。你可以说拍片是一种兴趣，也可以是工作，也都是梦想。对于我来说，暂时去到兴趣与梦想的中间。咁废话就少讲啦，咁今次拍片的目的是想大家了解我多一点。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一些問題啦，咁我會答嘅。咁主要有三個 rules 啦，好簡單嘅。第一個規則就係同 J 有關嘅事情，我一概唔答。例如咧，你都知道會問邊條問題噶啦。咁第二個規則就係咧，唔可以問一啲模棱兩可嘅問題，即係冇答案嘅問題，你知噶啦。第三個規則啦，第三個規則咧就係唔俾問一啲學術性問題，即係或者一啲係唔關我事嘅問題。咁因為你問緊我啦，咁我答，冇理由你問我9999乘翻1億，跟住嚇出嚟啲無限，你叫我有分咩係咪先？仲有呢一個問答環節咧係有限制嘅，即係唔係限問題數量啦，咁行啦。咁為咗訓練我嘅講嘢速度咧，即係而家講嘢咁慢啦，到時講得快好多噶啦。我係會用4分鐘6秒嚟答大家嘅所有問題嘅，即係過咗一段時間咧，我係唔會答噶啦。可能當中你問咗一啲好無謂嘅問題啦，咁我就會 skip 嘅，唔答。而為咗增加大家觀眾嘅參與度咧，我係會有一個。bonus， 咁呢个真系一个特别嘅环节啦，就系、是、最佳嘅回应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最佳嘅问题啦。我系会详细咁样答你，而且系会公布 YouTube 名嘅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会公开你个名啦，因为你问我噶嘛。系啦，就系咁啦。系咁出完呢一条2046嘅问答片啦，咁我系希望可以有进步啦，希望有个更新啦。咁我係會將自己以前一啲好唔掂嘅劣作係會將佢私人咗佢嘅，咁即係我又唔想令大家失望啦，因為呢啲片嗰陣時質素又唔好，講嘢又唔好，咁好多嘢都唔好，但係係對於我嚟講一個回憶嚟嘅，我係唔會剷嘅，我只係將佢私人咗嘅啫。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睇嘅，咁就呢一排。開始睇啦，咁我大概一個禮拜到啦，就會將嗰啲片私人咗嘅。咁目的我都係希望做到啲片更加好嘅啫。老實講，我都知道我唔掂，我係未有呢一個份量去做一個 YouTuber。咁我會學習嘅，我會努力成為一個更加好嘅
製作者啦，咁拍啲片可能係講下社會嘅事啦。咁我主要係希望咧透過搞笑嘅方式啦，可以俾大家笑下之餘咧，亦都可以諗下社會嘅一啲風氣啊，一啲嘅弊處等等啊。咁希望大家明白我近嚟啲片咧，我都會喺片尾咧加啲字嘅。咁呢一啲字咧，其實係我拍呢條片嘅主要嘅中心啦。咁其實前面可能真係搞笑啊、無聊啊，你可以唔睇嘅，講笑。即係我意思話，最尾個字咧，其實係我呢條片最重要想講嘅嘢嘅，希望大家都明白嘅。廢話少講啦，直接問問題啦，嚟啦！冇氣啊，大佬，係咁先啦。